1.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荣耀的大能里面。祝福你今天这一天，在你的工作岗位，在你的办公室，在你的在路上，在家庭，在社区，活出主的荣耀。祝福你今天，有人真的可以对你说：“哎，你是基督徒哦，哎，你不错哦。”让神因我们的好行为得一点荣耀。还是要讲，能不能够荣耀神，我真的不敢说。但是我说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怜悯我，靠你的恩典，不要羞辱你的名，不要让别人觉得说你是基督徒啊，寇少安，你真的很糟糕哎。求主施恩，恩待我们，但以理在他所在的位置上，在他的职场上，在他的工作当中，他尽心竭力荣耀神，他很敬业，很认真的尽心，神给他多少聪明智慧，他都用在工作上，没有保留一点。他竭力用尽他一切的力量，上班8个小时、10个小时，我全心全力的求神施恩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认真，让我们的努力，可以让我们周围人看到基督徒是认真的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光光这一点就可以让主得一点点的荣耀。这不就是我们的心吗？我这一生不就是期待荣耀神吗？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而除了在敬业认真之外，但以理身上还有一样事情是忠心，他是非常非常忠心的。在这里面讲到说，他这个人他忠心办事，忠心。什么是忠心呢？一个人的忠心，忠是尽己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尽他所有的力量，就是尽心竭力了。忠心，一个忠心的人是可以被托付的，是值得被托付的。这件事情交给他做，我放心。我们在华人喜欢讲一句话说，你办事我放心，这就表示什么？这个人是可以被托付的。我要祝福你，在你的工作上，你的老板怎么看你呢？他觉得这个员工值得托付，因为他很认真，他是忠心的。能够做到多少的业绩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可是你的老板、你的同事、你的一起工作的伙伴知道这个人真的很认真，他是值得托付的。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我还是说，常常人来评价另外一个人是从业绩的角度，哇，他的业绩做得怎么样，但是业绩很多的时候是跟环境、跟际遇、跟能力、跟学历、跟经历很都有关系。但是上帝看的不是我们的业绩，上帝看的是我们的态度。我也相信，我在我的工作上面，不论在教会或者 在一些机构里面，我神给我恩典，我也做一些主管的工作。我真是说，作为一个30年的主管，我越来越觉得态度决定一切，还不是能力哦，是态度。有人能力很好，但是你知道他不认真，马马虎虎做他的成绩就不错，因为他真的聪明，他真的有条件，但是态度决定一切，日久见人心。刚刚开始
可能那个人因为他的先天条件好，他一下表现就很亮丽很出色，但是日久见人心，只有一个对的态度才可以让你在你的职场上持续一步步往前走。龟兔赛跑最后赢的是乌龟，因为他有一个好的态度，即便我输了，即便我表现没有你好，我继续往前去。谢谢主，忠心，我求主施恩。读到一篇文章很感动，讲到911啊，美国911那两栋大楼被轰炸的时候，哇，那整个大楼垮下来，多少人埋在那里面，而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出动，所有人都往外面跑，但是有一群人要往里面去，那是一群防火员。他们受托付是什么？就是在灾难的时候进到灾区里面去，去救难，那是他们的托付。哇，那里面有很多很感动人的故事，有很多人讲了说他在那个最后一刻要冲进去的时候，写一个简讯，打一个电话给他最爱的人，给他的妻子，给他的孩子，给他的爸妈，说我现在要进去，进去大概就没有了，可是我必须进去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。哇，很感动。很多人最后写一个简讯给他的妻子说我爱你，但是我可能没有机会跟你说了，所以我就是爱你。我每次看到这些都很感动，因为有人就是这样忠心。对一个世界上的工作人员，你被托付的事上有多忠心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为主忠心，走在上帝那个对你荣耀的托付当中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两个字，忠心。愿主今天对你我说话。
sing. Jesus, I believe in you. Jesus, I belong to you. The reason that I live, the reason that I sing, with all I am.